哪个上海单身狗？我想带啥就带啥，老子开心，符文都不带。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你看起来……搁这遥控我是吧？不能换血，换完血直接回家。大海没有记忆，第一步对线算是成功的，他也亏了兵，下波还是反推线的话，这波对线就没啥问题。是是是，我0-0-2又被锤爆了，你说的对对对，游戏理解咱们就得看弹幕，我船长都是在弹幕上面学了好多年，才有小小成就，全靠弹幕，全靠弹幕。我每天晚上一下班就连夜研究弹幕，学学船长怎么玩，研究了10年，最终让我学了一点小皮毛，来到峡谷就随便上玩。妈的，我输歪了，没拿到那个助攻。我这怎么没闪过去？哎，我闪现 Q 他下减速拿下喽。其实我发现的，如果他们这种带点燃的上单，带点燃的上单前期过来恶心你，你就直接三瓶药磕完，跟他换完血直接回家，然后 TP 出来吃塔兵，他好像就没节奏的。你看这个阿克上就是这样子，他前面就卡我，不让我吃经验。妈的，杀完了，老子来索命了。
爷来索命了。海水中重生，厉鬼勾魂，无惨索命。厉鬼勾魂，无惨索命。离上背叛，借在伤口上撒盐一样。不过是对面借，不是我借。你有这双是你上你也行，你别你上你也行啊！妈的，你上看你都费劲，还你上你也行？你怎么上啊？分量，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闪耀的赠礼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驱散恐惧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犯懵了，犯懵了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不要以为我不在你们就能安逸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你是谁？不是啊，刚刚弹幕说他上嘛，我就把键盘鼠标给他了，谁知道他小龙团一桶就给对面 AD 干残了。你看，我以为他运气好，我又把键盘鼠标给他，他在高地直接把对面凤凰给连死了。我操，这还得看弹幕。我当时以为弹幕吹牛逼，知道吧？现在我是你。就无可再痛了。先别开大，这暴露视野。等会。妈的！哎呦，早知道要弹幕来操作了，我好烦啊，都捅着呢。哎，桶子呢？
18分嘛，好，18分也行。现在是自动隐藏的吗？顶级表现，懂吧？顶级表现 ，Do you know？Do you know 秘密顶级表现？哦，顶级表现，足智多谋，在己方防御塔击杀玩家。